好，我现在跟大家讲呢，我平常都吃什么？这是我最近很喜欢吃的希腊优格。然后你可以每一餐你就可以挖个一两匙出来，和加上这个蔓越莓，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希腊优格的口感呢比较就是很无聊，吃起来有点酸酸的。然后它因为它是比较凝固的东西，会有点恶心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加入水果一起吃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变得很美味，就像现在这样。然后你就把它拌均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再加上你喜欢的，可能是樱桃，放进去。或是一些什么番茄啊，然后颜色比较漂亮、比较新、比较好看的草莓，橘子也可以。这样变成一个很美味、很美味的早餐。还有很营养的晚餐，因为它的蛋白质比较高，所以很适合给女生吃，然后还有正在减肥的人，然后又很有营养，推荐给大家。